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张艺谋陈婷除夕晒合照拜早年，一家五口同框画面温馨超幸福。2月4日除夕，陈婷晒出一家五口全家照拜年，并配文给大家拜年了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诸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福星高照。照片中一家人同框，画面温馨幸福。照片中张艺谋陈婷带着三个孩子赏雪景堆雪人，一家人站在雪地上，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在除夕送上一家人的祝福。陈婷比张艺谋小了31岁，19岁就开始为张艺谋生孩子，如今三个孩子也都已经长大，女儿像妈妈，儿子像爸爸。张艺谋陈婷曾因超生问题被网友热议，在交完罚款后，一家人终于可以公开面对大众。张艺谋的大儿子张一楠也有了自己在演艺圈的首部作品，自成副业开始当导演，相信有张艺谋的指导，张一楠将来也会很出色。陈婷虽然才37岁，大儿子都已经成年，与张艺谋更是恩爱如初，真的是人生赢家。网友也纷纷留言，一家人颜值好高，幸福的一家人，新年快乐。张一楠好帅气。